李哥，你看我种的几盆花咋样？种吧，脏的不赖。哎，弄那西瓜皮还都是有好处的，该浇水了，我怎么该浇水？浇上水啊，早晨不是下雨了？下雨了，咱俩给他阳台底下的有没有弄呢？得浇啊这。都是的，你那早晨下的不小啊，那上面那漏水不漏啊？新房漏了是吧？那今年新盖的房会漏水，可能引水是有，但是漏水不会漏。哦，那窗户根儿嘞？窗户根儿也不漏吧？嗯，那二楼那地方上去看吧，那风该烧了一段雨了。哦，你看那，那烧有可能都烧了水，可能窗户关上看。没事啊，这也不漏水，窗外漏。你看，你看前面的风景咋样？前面风景好。这河子，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下雨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个地方。对啊。阳台。那雨下大的时候也引水了，也做防水了。你防水做不到位，它到时候引水长时间的，对这房子不好啊。你也懂防水？略懂，略懂。那都看一看。这个最上面也做过防水，然后这边也用石棉花挡了一下，也不会漏水。啊，做好了。下大雨水也流进了。嗯，那就是说，俺家楼房这个你也怪操心的呀。不还是咱农大班下雨多了，咱都是那个自己人，我关心关心还不是正常是吧？好，那你心放心的，没事的，下去吧。咋下去？走楼梯啊，不能从这下。你那个，我听老表说的，你给我准备那点啥东西？还六个？我总共都六个鸽子，那也不能过一窝端呐。你说的该对象了是吧？哎呀，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就是再给这替你多喂两天，是吧？带几个就。哦，先来一个打打样。猴子，哎，你那鸽子疯了吧？那是。这鸽子是长得有点特别。这害怕我是咋的？你看来我这。都害怕你来，你看我。嗯，坐后回来了，给你做没？啊，就他吧，就他吧。这是个皮包，做中了，中了。你打样了？啊。你赶紧出去吧，那个都害怕你的鸽子。啊，都是那个事儿。那等下个月反正还上来呢。能不能速度点啊？这下个楼梯能下两年不能？